紫竹林。哇，人好多。此处生机优越，却充满生机。移花宫相较之下，不免略见雕琢的味道。环境跟居住的人会有关联，此家主子应是世外高人。哈，你们想错了，他才不是什么高人呢。看我待会教训他。其实他和红衣姐姐生辰相近，早个几天出生，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拜入师门啊。虽然辈分上生哥排行老七，红衣姐排行老八，但因从小一起玩，一起被打到大。那阵子阿碧姐已经奉命任务在外，不知不觉她都成为红衣姐的好姐妹。呵呵，原来这是她娘娘腔的原因。别因为她神态带着姑娘味就轻视她哦，七星门中聪明第一只属她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她。要不是她特意独行不听师命，师父最可能将张师伯研究七星的重任转交给她。比起同时入门的某人，那程度可是天差地别呢。这七星门老七听起来相当有意思，有机会应该会为他的本事。臭小鬼，他哪里比我好了？我和他比武还没有输过呢。拜托，师兄整天和花草为伴，你却拿火烧人家，正好是他克星。他就是你的好姐姐，不输才怪呢。为什么好姐姐就要输？连心什么事情都要让我？哦，刚刚可以看出姚月这个人的个性了哦。阿峰，你的七师兄什么大名？还没有完整介绍过呢。哎，回公主，师兄名叫甘同生，是个很温柔、很好的男人。哪里温柔了？哼！听你们这么一聊，我更加好奇，都想亲眼看看了。难得有个熟识的人相伴，可以化解红玉对碧儿的忧思。至于我胸中弄得化不开的愁绪，只能寄托在这把巨剑上了。义兄，这两天只好跟蒋梦在一起。喂喂，等一下，这边有敌人哦。转来转去的，这路究竟通往在哪里？来来回回的，似乎都在同一个地方。顶公主，奴婢沿路都把一些小石头做记号，我们的确会回到原处。这里的路错综复杂，跟当时沙漠中绕不出去是一样的。不，这里不是沙漠辽阔，金母大的竹林依照我们的脚程，也早该空过了。那么仿佛回到原地，一定是布置了青门遁甲的名阵，只要寻得附近的结界破解。对，森哥擅长下围棋，也博通奇门艺术的书籍，我们多半是入了他设计的阵法中。阿绿，别躲了，你给我出来引路。你这个样子，他应该不敢出来。这是他也通音律，是啊，除了拈花惹草，读古书，森哥也是爱乐人哦，跟公主你有些相似耶。我师姐音乐之力，她似乎提示我们，沿着右右下下右前进。右右下下右。哦，宇智波帮你太麻烦了吧。荒城林古渡，落日满秋山，朝地松高下。这是大诗人王伟的归松山座，显然这是阵法的结界，应当如何破呢？待我试上一次。归来且闭关，没有反应。哈哈，风根总算也有通道不迎关的时候。好，选一。你给我闭嘴！好恐怖的女人。阿绿是这样扭扭捏捏的，什么事都要搞复杂，一点都不干脆。江南之际锋芒毕露，然而墙上之际娟秀有礼，莫若那场蝶姑娘一事。哎，
是啊，三天也是经过六一之人，说不定试试就有用了。不敢，让我试试吧。啊，他写的什么字？啊，你没有讲，你写的你做什么？到了，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阿绿的房间的老布置，全是花花草草的，所有的家具陈设皆由自然景物缠绕而成，实在是很别致的地方。若到了雨天，这个地方可要命了。哎，公主不会要命的，有我帮你起居。什么环境都能过得很好。植物茂盛是好事，虫子不免多了些。请问甘同生兄弟在吗？见我们破解的名证，这里的主人也该出来行个礼吧。哎，贵客似乎等门口失去之意。奇迹门犀利子侄，那个出现太快了吗？归来且闭关，是我们冒犯的。我们哪有冒犯，对不对啊，绿姐？人家已经不玩家家酒了，请别再以前面相称。几位请坐，上茶。哦，孙哥，你也可以自由使业零售了。在此进修久了，自然连夜充沛。植物是我的恩师、好友、家人。死亡他们就算操作手脚般便利。等一下，这句话是不是怪怪的？你说是恩师好友家人，可是你叫他们当奴隶是不是？快下雨了，请进来躲雨吧。下的雨带着山风就有洋溢。公主，我替你准备了披风。这边选二，谢谢你。要是玉郎给我披风的话，学到风中蝶舞。这样算是有学到吗？不对，这不是江风跟彩蝶的。枫叶化蝶没学到。雨声结错，伴着紫竹叶香，泡上一壶上好的新茶入口，手握书卷，体会先哲智慧。这才是人生快意之事。我来替几位服务。我姓子侄，就明问了。同生隐居已久，早也不顾我江湖恩怨。毕竟我称病背离师门多年，奇迹门相关疑问都不清楚了。好个八方骏马的回应，我们这次来问张恒真先生的消息。连喝一场香茶的时间都没，就要逼我下逐客令吗？阿绿，你敢跟做姐妹的斗？你不怕我一把火烧你的植物？不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妹妹，我完全不想伤害你。但七门也给我安静的空间，不要打扰我现在的生活。我只想问问爹爹的下落，这样也不行。我发过誓的，不再过问这些事，否则金姐灵力耗尽，化为翠绿飞雪而亡。同门师兄妹别打了，好丢脸。等一下，凝血成真，对啊，吓我一跳，怎么突然就开打？一言不合就开打。投失败。这边如果派红玉上场，应该不会打红玉，应该吧？好，可以用合体技了。
不讲武德又来啊，被惊招。好，赢了，这么快。好小子实力，为何没有尽全力？你们不是也手下留情？这样双方都没有敌意，何不继续茶叙，好好谈谈？应该是去外面打完了，又回来屋子里面啊。森哥，我们也不想打扰你，但这是阿碧姐的遗愿。晴雨，师姐她怎么了？阿碧，姐姐她……张宏宇将整件事情的始末详述地告诉童生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在这幽清的竹林里，我每天过得侠义，却不知外面也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我知道师尊为了他的大业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你可知道我爹爹他现在在何处？事态一次如此，我坚守师爷未免显得迂腐，为了红玉就破戒吧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我又从头到来。多年以前，张师伯就埋首研究奇经，为了提供紫瑶仙子青玉红玉青女更好的生活，不断钻研技术。某次实验失误，灵力失去控制，他的肉身被自己的奇经的特殊能力空仿制殆尽。紫瑶仙子利用自己的实质力，让时间复归，使张师伯重生。于是紫瑶永远封在水晶之中。青玉曾经说过这段故事，接下来的部分只有我师尊二师兄知道。受不了打劫的张师伯选择失忆，更加埋首研究，而逃避这段痛苦的经历。红玉旭峰都很清楚师尊的奇经幻之力为何。师尊上场操控心灵的幻术，既然恒真师伯想要逃避，师尊就让他沉溺在妻子还活着的幻想中，并向他暗示全力研究。什么？师尊他竟然会做这种事？可是为什么娘过世之后，他就拥有整个奇经门，所谓天下第一大门派，他还想要做什么？师尊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权力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，再加上饮着止渴的毒瘾，师尊为了壮大门派，借着朝廷给予安内攘外的需求，大量抽取地脉，神兽灵力。若这样持续下去，将导致天地平衡倾斜，神州大地崩溃。其实，这才是我真正称病退隐的缘由。智者因之，黄土谋权势者，终将为权势所害。那碧儿的爹，现在在何处？张伯父一定随时在紫金身旁，但受严密保护，连亲女儿都不得相见。以免亲情破了他幻术，就没人肯违背道德良心，创造破裂天理的超强奇境。师尊只能是这样，那我爹岂不是为虎作伥？难道我皇兄他都做错了吗？公主，你都知道这一点，现在还不晚了。公主，曹明方才言语怒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没事的，不过身为领导者，应有正者的自觉。战争是止祸的手段，而非主力破坏的工具。无论何时，由于师发起的征战，都只会给人带来连绵的灾害。请马上停止这无意义的轻功。但是，这一切都开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既然已经踏出第一步，剩下的，请你自己抉择。若我是你，会马上回朝，收回成命，并与蛮夷谈判，停止纷争。这，我非王公贵族，没有这么多牵挂。可是我相信你一定明白该怎么做。公主，我们走吧，回皇宫收回成命。那寻找张伯伯的事情，我一定会被利用的主因，来自朝廷下授的权力，让他师父觉悟，应该要先灌干，
而且指尖还需要滴的本领，不可能危害到他的。红月也颇迷似的。我们回京吧。事情有轻重缓急，既然红月这么想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姐姐意下如何？梨花宫也不会袖手旁观的，是吧，公主？还不是为了要跟江峰。当初离开梨花宫，就是为了解决地脉侵害的问题。我们去。那我们走吧，公主，快回皇宫去停止这些无意义的纷争。彩蝶欲停止自己之前愚蠢的命令，然而就在众人前去京城的路上，各地捷报不断，蚂蚁接受降服。我来不及念，看刚后面是什么。先去京城。来者何人？想着眼珠啊，是公主啊。公主回来了。我的声音好像有点没力气了，好像该休息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边录完。让我进去。启禀公主，皇帝陛下有令，禁止任何人进入大殿。即使公主你也……不过小小的守卫，怎么拦得住我？快让开！并非我们不进，只是职责所在，军命难违，公主请务必体谅。这边，我想一下哦。好，这边选二。林大哥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没有准备保养喉咙的，我只有喝水而已。那你告诉我，太傅现在何处？太傅大人正在读书楼兼修史书。国家存亡之际，太傅怎么会兼修史书？岂不是太可笑了？属下不知。算了，此事荒谬，我亲自去找他对质。先生，彩蝶来跟你请安。彩蝶，你真的是彩蝶？先生，你的气色怎么突然苍老许多？当前到处战火连绵，你却在这里修史书。身为先帝委托的顾命大臣，你可明白自己的职责？请回答我。公主啊，请你别为难先生。皇上回宫后，美其名要国师带着我们这群文官兼修史书，其实剥夺权力软禁，自己才能为所欲为，史书上的故事一再重演。这皇兄，那你在这里的？皇上听信小明明的谗言，现在你听不进去任何话，把大小事情都交给赫连贝来处理。老臣前后为国奋斗近40年，受此对待，是己力不从心啊。先生莫忧，我去找皇兄理论，一定还你公道。可惜啊，可惜。皇朝获胜，权力巩固，班师隆庆，应当安雅生民，提振经济，恢复多年战火凋敝的生机。然而西帝此时反而强征税赋，欲建立媲美阿房宫的伟大宫殿，想要永享奢华生活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接下来社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狡兔死，走狗烹。鼠养之祸，若没有喂饱，必为忧患。朝廷为了战胜蚂蚁，培养出两大门派——奇经与机关门，已经成为危害朝廷社稷的力量。赫连贝承袭我教诲，手握重权后，必会引用养蛇相杀之策。要奇迹门与机关门恶斗而死，存活者取得权力富贵，最后再集结重兵，一举灭之。只可惜年轻人急功近利，手法太粗糙，未经过精髓，
如此愚行，必导致两派提前谋反，国家将亡也。难道我爹一生未果，就是为了这种腐败的朝廷吗？别说这种曲解令尊的话，为国尽忠，其实为了全体百姓，而不是为了皇帝个人。政治这是令人费解的东西，不如江湖快意恩仇，以武功解决问题来得痛快。是啊，本来想见见大千世界，现在反而觉得不如归去，在移花宫精心修炼来的快乐。无论你们去哪里，月龙都要好好跟随伺候的。那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匡正国家？只要别让公主再忧心就好。小朋友，你说的对。我不是小朋友，我长大了。在此存亡之际，老臣有一事相求。先生请讲，只要彩蝶能做到的，都交给我吧。太好了，这是先帝的遗诏。奉天承运，先皇诏曰：若西帝满汉无法继承大业，则由我女彩蝶少臣一致，强调百姓是国家社稷的一切。虽女子认可为祖宗家法少见，然而与百姓黎民生死相比又如何？特此受命承招国事，以时机执行。这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能篡夺兄长的皇位？万万不可。这是先皇的希望，并非篡夺享乐，而是继承为民仆人的责任。若西帝听劝，你从旁摄政也可。每圣迷魂当头，为了国家存亡，只有那一招去太和殿觐见，他才可能屈从。若他见子仍不悔悟，则请对此不忠不孝之人暗自行死。若你不答应，老臣就是失职。先生别这样，彩蝶答应你就是。太好了，终于。老臣囚困此处，日夜回思，受先帝俸禄，并托付国家，却屡次犹如死命。西帝愚昧，赫连卑世界狭小，皆是为师我教导无方，导致当前的国难。太傅铁血当心，千万别这么说啊。方承祖，对不起先帝爱护，对不起受苦的万民。哎，老臣身体有些不适，请各位下去休息吧。先生多保重身体，不要太伤心了。哎，对耶，彩蝶没有面部表情。不好了，方丞相他撞住瓷器了。什么？我们快回去。先生，请务必妥善处理先生遗体，好好通知其亲人，不要说是委屈自尽。宣称其亲与政务操劳致死，追加俸禄，抚慰遗嘱。这都是应该的，替太傅留着善名，属下会好好处理。公主请放心。先生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。我们走，要求皇兄撤回命令。你至少还等我们觐见成功嘛？公主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手中握有先帝遗诏，需要向皇轩宣读。谁敢拦我，便是对先帝不敬。还不让开？难道给我们看不清这是什么吗？公主，请。哎，妃啊，你就脸上这样吧，这人都给你赔不是了。哦，笑眯眯的例会跟以前蛮像的哦。有人有水蛇妖巧妙闪过，但西帝刚好碰到水嫩皮肤，却硬是不够不着身子。
不依不依，我偏要你做给我鬼脸看，不然人家不跟你相好。哎，朕都已经……好吧好吧，朕只做一次哦，注意看啊。守卫，守卫，你都干什么吃的？朕不是交代，任何人都不准进来打扰。皇兄，是我。原来是彩蝶啊！有事快走，没事快退下。皇兄，我求你收回臣命，要赫连杯停止奇迹门和激光门两项震动的命令。哦，为何？两虎盘踞山里，本是互相制衡，而今驱虎相斗，被承诺一方壮大，便是一虎死去，另一虎雄霸龙潭。一旦其中一门做大，便声望更多权力与江上，就像史书所载，庄权导致社稷危机。哼，我们才刚夷平北方蛮族，将士得胜回朝，国力充沛，哪来什么危机？危言耸听，祸乱人心，可是造成社稷动荡的大罪啊！是谁教你这么胡说八道的？这是教育你我长大的方程昭方太傅，穷兵黩武的政策绝不可久。皇兄，请睁开龙眼看看天下。奇经门开采地脉灵气，机关门强征地方之财，百姓身心都出了问题，被弄得苦不堪言。什么？我们只看到奇经数人数力惊人，就忽视了其力量根源，取之脚下的国土。我们只看到机关蓟县驰骋沙场，就忽略了其制造来源，取之百姓的一锅一碗。百姓生活极苦，无法生存，装备有再强的兵士，就如同一个吃不饱饭的人，佩戴着锋利的宝剑，最终只有落得强盗的结局。想这么多干嘛？太傅讲得我耳根子都攒起，已经够烦了，好不容易把他逼去软禁，你该不会专程来向我说教了吧？皇兄，敬请听我一言，我求你了，收回臣命，停止两虎恶斗，停止无谓的出征。那天下百姓减轻税赋，让他们休养生息几年。这，皇上，你别听他这边胡说。你英明神武，天下都是你的，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女子几句话就乱了方寸呢？你们这样没阶级的上闯进来，就是刺客，对待刺客还用得着理论吗？来人啊，有刺客！公主，你兄长太不讲理了吧，我要代替你好好教训他。就是这昏君，要为无涯来打扰移花宫的吗？哼，为了我爹最重视的乡民生活，一定要逼他撤回命令。哼，再不撤回命令，奇迹门只怕有大难，那我爹也……奇怪，我跟你们素不相识，你们好像说全是我的错，难道朕错了？西帝做错了吗？皇上，对自己有自信些，你没错，杀了他们吧。哎呦，原来你会武功。不是啊，啊，跟刺客打，为什么皇帝要上场？我无言呢。物理式撤退。哦，看起来蛮强的。再用一次。
让他驾崩，被自己妹妹干掉。换夜难天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神影，哎，不能用，哦，斗气不够，有了，傲雪腥风，直接让他驾崩，靠北。叫玉女心经，同人剑。皇兄，你这已经被这个女人连戚慕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你们这些叛徒，岂敢以下放上？我非杀了你不可！先帝遗诏在此。先帝遗诏，我怎么没听爹说过？怎么会在你那里？这是爹为了避免你荒唐，预先埋藏的伏笔，托付给方先生。太傅刚刚已经过世，他把遗诏托付给我。遗诏所言，若先帝满汉无法继承大业，只有采莲少成遗志，所以你只认国为祖宗家法少见，然而与百姓黎民生死相比又如何？你要篡位？若皇兄不收回臣命，我为了倾向百姓，就算是大不敬，也要为之。反了！你跟那些老古董，你一起密谋推翻我，见不得我好。皇上，那是公主夺权的伪造啊！只要把他们全杀了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对。来人啊，护驾，统统给我进来杀这些胖国贼！不对，爱妃，禁军、禁卫大军都在皇宫之外，我又下令不许任何人进入皇宫，无人救驾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回报陛下，你交代的华清行宫修建将军。请陛下视察，连公主也在。江峰这小子还没死，可恶！贺连杯，他们几个想造反，只要擒下公主，就是护蜀有功，封你为大将军，当驸马爷。擒下公主，彩蝶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贺连大哥，我一时讲不清楚，就是请你看清楚，我手头有先帝遗诏。他拿的是假诏书，别听他胡说，快把他拿下。这是我当驸马爷的好机会，公平竞争，我赢不了江峰的。对不起，公主殿下，等我将你安置妥当后，再行检视诏书真假。目前只能听陛下号令，请放下武器，随我走吧。贺连哥，你还是贺连被明事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等你的好定就好，我重重有赏。你当定我妹婿的，陛下，我们去华清宫吧，那里肯定比这里更好玩。你为何不明白呢？凌云，你来。大师兄，公主，在下齐军门大弟子凌云，得罪了。
红玉、旭峰，好久不见，师父很想念你们。他这样对待姐姐，我大师哥你错了，我们跟着公主才是对的，你别帮贺林变那坏人。我奉师命就是来帮监察司空的，你们知道我个性。大师兄为人正直，认为师命对就是对，会贯彻到底，劝不动的。这样好了，你的同门情谊我又不精解了，以人生战斗让你们一手。凌云，你敢不听我号令，私自纵容他们逃走。司空莫要着急，看我本事。大师兄龙霸之力，可怜连师尊都打不赢他。他很强，他很强，他很强。我突然打他打得很痛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中毒关系吗？哦，那应该是中毒关系。哎，黑须风，黑须风果然有用啊！派你上场是对的。哦，是脱力的关系哦。哎，又没了。哦，这个吧，应该是这一个。哦，了解。赢了。好强的人。林云这家伙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力量超群，结果被几个毛头小子打败了。司空莫老本来是我林云亲敌的，待我二段精简与他们作战。这些人为何这么强的实力，现在连我都被他们重伤了。不，那或许并不是实力，而他们的背后的意志。这意志为何可以这么坚定？二段精简啊，精简是士兵。慢着，你们快逃。云哥，师母受到金光门奇袭，再不救援就要灭门了。什么？奇经门被奇袭？栾寒渊，你竟敢协助嫌犯脱逃！你闭嘴！云哥，你听我讲，金光门大举闯入本派，众多门徒死伤惨重，现在已退守三炼禁地。司空，本门危急，告辞了。这里是皇宫外面，我们脱离危险了。韩元姐提到奇迹门危机，若阿玉所言是真，爹应该跟师尊在那里。事态变化，变幻总比想象中要快。皇庭一定是真，暂且先放一旁，我们先去救援奇迹门吧。好，哦，终于。